我们要严重苛责孩子的私德与话语，请大家揭晓。下午，小红在房间里玩手机，突然妈妈在厨房里叫小红。有什么事吗？快出来帮妈妈把衣服收进来。好，谢谢，我要去快点了。小红，快点，天那么黑，快要下雨了。好。就放下手机来帮妈妈收衣服，并且一边收一边忙。妈妈，真的，我正在玩手机呢。妈妈不回去继续说话，得我出来帮妈妈。妈妈，妈妈不回去继续说话。孩子，我玩的有技术了。锁好衣服后。妈，完就好了吗？我来了。开始刻了衣服，快有好了。妈，快点啦，不就真正折了？我刚才没有喜欢呢。为什么你没喜欢呢？我刚才在玩这只游戏，玩起了测五关。小红，你不可以这样开这番的时候，不然你会上冰的。知道了吗？完成好了，慢慢整。好。有一天，外婆生病了，妈妈必须去外婆家照顾外婆。在家里就只有小红一个人住，小红很高兴，因为他可以玩手机到很晚，没有人会黏他了。肚子真的疼啊！妈，肚子真的很疼啊！对了，我怎么忘记呢？妈妈正在外婆家，还没回来，可是肚子很疼啊，怎么办？不是，小红想念妈妈了，在房间有妈妈，谢谢大家，感恩。